直成係咁樣撞埋去，跟住佢就插咗插過呢一個珍珠，然後就咁飄過到走咗去咯，係咯。哦，係啊，所以見到呢一度咧就損毀咗嘅。當時嗰架車速度快唔快啊？速度都快啊，我諗應該都有20公里左右啦。到後撞埋嚟，係啦，好似做戲嗰啲咁，直情係拍戲一樣，拍戲嗰啲，係啊，係啦，係啦，特技表演嗰啲感覺係啦。